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啊，我真的要烦死这撮头发了，老掉。翻车什么翻车？啥翻车了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没有我怎么活？我知道那夹子很明显，本体什么本体？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许许诺诺，Hello，你是喜欢许诺吗？啊，你看这撮头发怎么办？我真的服了，把它分过来一点点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搞它了。什么本体？没有本体。那个夹子真的要气死我了，没开3度了，第3次忘取了。我本来，哎呀，我这最近真的是太忙，就是。太着急了，太着急了，真的是，太着急上场了，然后就忘了。作为一个妹妹是怎么做到这么解的？那答案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姐姐。哦，对，然后才知道许了这个学说。我以为你喜欢许诺呢，我说怎么叫许诺呢？许诺，原来小名叫许诺，那你跟他很有缘。我跟你说，当时坐我旁边的那个。坐我旁边的那个粉丝哈，他还在调戏许诺呢，就26号看比赛的那天，塌了，我的头发塌了。白姐姐会提醒我的，不要提醒我，你下次看到夹子就不要提醒我了。你今天一提醒我，我就忘了我要走过去了，真醉了。我很姐好吧，不吃宵夜，好像广州开，不，就在上海，不要广州，我跑不了那么远。在上海多方便啊！在现场，我知道你在现场的。今年偶像节运动会，今天有吗？有的话，我看看我参加啥，什么东西不累？射箭吗？哪个不累我就参加哪个。有档次，非常有档次。我说那个导播老师就知道我是个美女，是吧？有以后也注意，我真的服了你们了，服了这个老六了。你还提醒我一下，你不提醒我该多好呀！你不提醒我，我就完美的就是演完这一场就好了嘛。现场不是你就是你，我看见你了。呼啦圈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冰冰。不要提醒我，下次不要提醒我。哦，我这头发塌了，本来是立起来的。今天那个姐姐做头发给我做的，没有弄特别好。没有特别固定。晚上好，小黄人儿。你看我这头发给我遮的，他弄了太多刘海在这边了。你少来，一直在家睡觉，可以了。你不要什么什么欲盖弥彰了。哪件衣服呀？你说里面的这件还是外面这件？又喜欢喝这个了。没有啊，这是放冰箱里的。再不喝，我怕过期了。是个弟弟，呵呵呵呵呵，不要欲盖弥彰了，宝贝。不对，我怎么叫宝贝了？我不是个海王，我不是个海王。结果运动圈在关注假的，我就不应该说，我忘记了有延迟这个东西，忘记有延迟。Hello，Hello，hello, 小马哥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上面什么都见过，哦，这一套都见过，宝贝就宝贝呗，叫宝贝显得我太海王了。我觉得跳完公演，我的头发已经没了，本来它是这样的，它现在已经塌下去了。你飞来了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你爱死海王了，好吧，那就海王吧。那就不要嫌我渣，你爱死我爱死就爱死，就等一下哈，我的头发没弄好，应该知道你之前的 ID，假面骑士，奥特曼，今天的嘛，今天那个红裙子是不是特别美啊？今天红裙子加上我这个造型，真的太美了，但是它太贪了，汪汪。小柴呀、啊，是吗？奥特曼，哦，小柴，
怎么我耳朵有点耳鸣呢？海王什么海王？没有吧？好亮眼，真的吗？我还没有看我的不锈钢，还没有看到我的不锈钢，我要去看看我的不锈钢。居然比我们晚到家，怎么啦？你难道能比我先到家？要看 VR 哦。你看今天这个头发给我遮成这个样子了，他这边刘海分太多了，这边差点秃了，刘海给我分太多了，我要不搞他就是这个样子的。20多分钟哦，买之前只觉得有一条像，嗯，好吧，买到就好，买到就好。那应该那什么，今天这个强度一般般。不是，主要是没固定好，我这个头型就是没有固定好，本来是蓬起来的，已经塌掉了。你现在分不清了，什么意思呢？领偶是什么？你肯定没看。对，我还没有看翻拍，最近新人公演搞得我心力交瘁，明天还要去录音。明天录完音，晚上我还得坐飞机回家，唉。喊抠吗？你喊抠了呀！我今天都没注意，全程没注意。对啊，我下次要多喷点发胶，因为我这个头发必须要多喷点发胶。一点点的发胶它是支撑不住的。今天这个姐姐是新的，就是没怎么被她做过头发，所以她不知道我这头发，是怎么样怎么回事的，所以她给我喷的比较少。今天的头发挺好看的，确实挺好看的。他这个造型做的挺好看，下次我再做一次这个头发，你分更像当时的那一条，你让你老婆分一分，你说来宝贝，看看这两条项链哪一条是当初你给我买的呢，你就知道了吗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造型不错呀，那当然，我跳完就塌了。今天你刚刚写完辫子来了，还是卷起来，卷什么卷起来的，后四手都在打扣卷起来的吗？你自投罗网是吗？不是啊，你就说什么，你看我今天看见，你说我今天买了一个，就是我今天看见这个项链，就是我看见有一款项链当时给你买的好，就是好像哦，你看看，你猜一猜哪个是你买的呢，猜对了剩下那条就送你了，那不就好了。被打死你头发。我头发卷起来了吗？好没有默契，什么好没有？不是像你哦，那你就是手，对啊，就手绳啊，就说，你说你看，你这两，我今天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一条，就是当时买给我的手绳，就长得好像你当时买的手绳，我就买了一条。然后你，但是我要考考你，你猜哪条是我给你买的呢？就是哪条是你给我买的？我想给你带情侣款，所以买了这一条。但是你要猜一下。你要猜一下哪条是你给我买的。口红很赞吗？我今天涂的就是迪奥的那款口红，就是那个888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是看电影被安利的色号，你才笨呢。钱奶奶，谢谢你的秋天，我能谢谢你。你说捡的钱奶奶，你说很便宜，你说这个不贵，就是在路边看到的。对吧，反正手绳而已，看不出价格的。反正手绳罢了，真的是。啥色好，连给姐买一个。哇，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。不行。就是迪奥888呀，迪奥888。因为娜姐有的默契，他们俩真的好默契。他们俩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跟你说，他们俩真的私下没有商量过。小韩今天好美，谢谢你夸我，我哪天不美。对，太甜了太甜了，小猪猪好甜，总不能把锅甩给你吧，甩给我干嘛。命差有语，有缘再见吧。好的，命差再见吧，陪陪你们。怎么了，今天不看得不开心吗？又在看抖音的小姐姐，不敢，为什么不敢说动物呀？哦，我想起来，马是吧。我现在反应过来了，我说为什么不敢说动物呢？当时没 get 到，我在台上没有 get 到这个点，我现在 get 到了。你陪我，
我，哦，对，他陪你，哼，对啊，我干嘛帮你背锅呀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自己背打字吧。你呀，我看见你在看手机。对啊，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呀、啊！我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全都是马。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，确实，我当时真的没有反应过来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为什么不能说动物？他还问我想说什么，我那个时候是不是接一句说动物吧，是吧？明天这个地方最后一天上班，后天回家了啊！恭喜你哦，恭喜你哦！你是在看手机？不，你我刚我到时候看见你的。心动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服了这一撮了，我真的很想给他撩过去。就这样吧。Hello，行，我这刘海真的救命呐、啊，舍不得我。我明天要回家，我2号公演不上的。你在嘟嘟嘟，所以在看手机，好吧？原来是这样，没有看抖音的小美女就好了。太牛，你才剪了，不能剪，不用挨打。那你不叫心痛啊，也叫痛苦的烦恼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本来带了两个，为什么知道这只有一个了吗？本来要带了两个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只剩一个了吗？因为另一个它被我掰断了。我真的服了，这什么质量啊？怎么了？在泰国玩的不开心吗？在泰国你还可以追追别人呢，就是对吧？那什么，FB 什么玩意来着？忘了。说的好骄傲，那必须的。我不管，哼，耳链吗？点睛之笔，这个被我掰断了一个。这个是发饰，它掉下来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它被我掰断了一个。我当时在后台，我看的那个愣了，它断掉了。在曼谷哪有机会啊？那你现在不在曼谷吗？你在清迈？我 要成非洲人了，确实。注意防晒，我只能说，没有浪，没有浪就行。I open the door, FB。我打开这个门，什么什么门？电波到几点？电波到看情况吧。不是假货吧？我在淘宝上买的，真的是质量不好。在别的地方，嗯，好吧。你真的要涂防晒，我跟你说，不然你真的会被晒脱皮的。我当时去泰国的时候，我就隔3个小时擦一次，不是擦一次防晒。我当时在泰国，就是隔3个小时我要擦一次那个防晒。只要就是我只要在车上待了之后，我下车之前我必擦那个防晒。防晒有没有有用的？真的有用的。我从泰国回来我就没被晒黑，你体验过了。对啊，要一直涂，你当然要一直涂啊！你不能那什么。你不能就是涂，今天涂完了，然后就不涂了。你要就是涂完之后隔3个小时，然后涂一次，隔3个小时涂一次，那是暴晒。你打个伞呗，打个伞，打个太阳伞，遮阳伞。不过都再来截图，那你12点半的时候再来吧。真的吗？有晒伤的呀？就是得只会黑不会伤的。搞点芦荟胶，对，芦荟胶，不要太关心。好的，我不关心你，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罢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得把这撮头发这么绑着。明天上午演讲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希望你辩论赛能够获胜。我当时去泰国旅行的时候，就是只要下车我就擦那个防晒霜。对啊，明天晚上回家，因为有事儿嘛，2号才回来。哼哼，2号回来，我还要去，3号应该没事儿了吧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呢？我今天换了新的美瞳，就是你们没有发现这个美瞳，你们之前没有看到过，我换了新的美瞳。对啊，2号才回来，我2号晚上或者3号的时候回来，到时候看吧，看有没有事儿。下周8号会上吗？我不知道会不会上哦，没注意。对对对，注意谁呢？这都没注意，回得好急，真的很急，就是有事情。华欣玩了一半，那个时候在曼谷玩的，当时去的曼谷玩。
不是啊，这红色，你看，你仔细看，这是红的。我今天戴的红色美瞳，正红色，你看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又漂亮了很多。对，我今天确实人嘛，颜值一直在提升的，都没有注意到有美瞳吗？这么自然吗？这个，你看，你凑近看看，看到了吧？而且这里面是个兔子的形状，它是个兔子的形状，它是红色的。日抛当然是日抛啊，9号有票，我不知道上不上。我们命差的公演的，对啊，最近在录音，明天我要去录音。你不是新粉，不像美瞳吗？这就是美瞳，给我带我买的新美瞳，不是新的，其实买了很久，但一直没戴过。为什么要戴血红色的？去打辩论赛，要吓死谁？因为它本来就是红的，但是它比较绒，它跟我的本身的它比较绒瞳，就是这个牌子的，它跟自己的瞳孔颜色融合得很好。晚安晚安，你要为什么要发？压根儿没看，对啊，红的，你看红的，对，因为它绒瞳效果很好，就是这个牌子的绒瞳效果就是很好。买的 Lodi 的，对啊，就是它的很多很多颜色的带着都是这种效果挺好的。机场直播，我在机场直播干嘛？我明天9点，晚上9点的飞机呢。喜欢多少钱？这个69块钱10个，打折买的，不是暗红色，它就是红色。你就肉眼看它在水里面的颜色，就是鲜红色，鲜红色的，就是红的，但不是那种特别鲜艳的红，它就是绒瞳绒的很好。我不会的，哼，那当然不会。我还好，我眼睛没有那么敏感。你能看？有红色为啥？因为它这个就是绒瞳效果很明显。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富婆呢？没有富婆，好吧，我都是捡便宜的买。想截图？那你现在截？还要回广州吗？挺好的，哼，好的，晚点来吧。我也穷啊，我也是穷穷呢。今天是不是特别挤，是吧？今天是不是特别挤？哎呦，我没有啊，谁说我有房？只是回去有事儿，有事情，除了那个，还有其他的事情。今天下班吗？我今天下班。晚出来了很久，知道吧？今天下班晚出来了很久，就是为了给某个人写贺卡。嗨，首页也不漂亮，我那说什么不漂亮？我真的穷，穷死了。Hello Hello，奶茶。对啊，我为了给某个人写贺卡，哼。然后呢，我就特别赶，特别赶。怪我。对啊，怪你呢。主要是我当时，其实我写了一半儿，我上公演之前我写了一半儿，就差个收尾了。对啊，就是给他写贺卡呀，只有他嘛。你阻挡不了你对我的喜欢，好的，那要，那确实，就是距离不是问题，都是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，真的是，哼，都是我的错。然后不知道那个哥哥说什么，你可，反正我给那个哥哥了，哼，他不准给我弄丢了，我已经写完了，他要给我弄丢了，我要找他，我找他闹的，这个红衣服好御，那当然了，今天我换了他另外一套那个红的，哼哼，我每次跳不锈钢穿那个衣服都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看公演啊？又白还把你指出来了呢？你们今天三个人抱在那儿干嘛呢？有单能抽到我，好的，我给你加油。为什么要给发那个夹子以后？别提夹子了，谢谢你。不要提夹子了，已经没开3度了，我第3次忘取夹子了。嗯，好纠结，随便你，看你自己方便。
那我肯定难，我怎么神龙嘛？我只跳个不锈钢，我只跳了一首歌，我只跳过不锈钢，我还怎么神龙啊？神不了一点儿，神不了一点钟。这搓头发怎么回事？这样也挺好看的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受不了了，还在淋雨回家的路上，我也是淋雨回来的，因为我走回来的，没有带伞，淋雨回来的，没事儿。他们一提就想去看了，是吗？结伴和专属座位，我不知道，结伴应该跳不了吧？我应该能跳那种多人区。对啊，你还是二号去吧，反正二号我不在呢，你去坐。是的，以后遇见风吧，都是好运。在夸我吗？都是说我好运吗？我已经弄一下，他老遮我眼睛，烦死了！你才假烦，为什么要通宵加班？小看我，两人的我应该跳不了，我应该会跳多人的。两个人的 unit 区我应该跳不了，专属座位还有可能会跳，还是有专属座位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几率能跳。夜间要干活，同上什么同上？你想点点和谁跳呀？对啊，就差一点点想我跟谁跳啊。夜间要干活，夜间还干活。自助餐厅去好吃也去吃一下，我一个人吃自助啊，有点凄惨吧？你想的挺好，和我很适合吗？我学倒是学过，但是没，我觉得我应该跳不了两人曲，和马老师跳。你是想害我吧？想看我的一点点，以后吧，以后有机会吧。就是啊，我应该跳不了两人曲，我应该是跳多人的。可能专属座位还有点几率，对，可以冷门，但别邪门啊！忘了去问问看。我适合可爱风吗？你不是说我适合御姐风吗？之前谁在那儿说？刚刚谁在说？我好适合御姐风啊！以后都走御姐风吧，御姐点。现在就适合可爱风了，磕的都难磕，笑死！玉系可爱风，那纯玉风呗，那不就是？来个双生化，我不跳双生化，我的 unit 不是那个。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 unit 是什么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我这样让你们自己那什么。几个人的呢？你猜猜，我肯定就你给我投前面去。对，上山挖可以排除了。你猜我是几人？对，我不爱吃甜的，不爱吃棉花糖。你要是给我寄点烤肠，我倒是可以。棉花糖就算了，好吧。按照，你猜，让我看你的盛世美颜。我的盛世美颜在这儿呢，其他都能。Ice cream 那是我能跳的吗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荧光棒。富婆姐姐不是富婆啊，概率好高，真的假的？Black，Black，这是什么东西？Black crab，Bat crab，你是说有这首歌吗？没有啊，Bat crab。不是，上面，对，点子菜单可以了解，什么都没说。来得快，还有我抽到那首《最后的曙光》。反正我不是单人的，也不是双人的。哦，黑玫瑰啊，那也不是我的。预言家有这首歌，有这首歌，预言家。我不是黑夜女神，也没有这首歌啊，哪有 unit 有这首歌？就披上马甲，我会知道。你猜，你猜，你们猜，你们猜，你们猜，猜到了我就告诉你们。这 舔狗一号，什么呀？你们什么舔狗？那个叫詹姆士。我是说什么预言家？我说哪有预言家这首歌呀？梦想家，
我们是最可爱的梦想家，是这个吗？不会，我不会这首歌，说实话，这首歌不在这首公演曲里面吧，好像不在这条公演里面，你应该看不到了。深海之声和深海之森有什么区别？就是一个翘舌一个平舌的区别。不在不在，梦想家里有破防，破防什么？已经在审核了，什么审核？你干嘛真的要改名啊？对啊，梦想家和明察没有关系的好吧，梦想家没有明察这个，就是最后的曙光了。上北下南左，这边也是这边吧，这边没有办法，对啊，那是梦想的旗帜。太明显了，好的，应该会给十八期，嘻嘻，我不知道，单纯想看，好吧，没有没有，那里曙光还爆了，你们怎么那么喜欢曙光这首歌呀？你们怎么那么喜欢最后的曙光这首歌呢？颜值巅峰，我是你的希望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是吧，我是不是特别好看？我回来是下雨下的还不大，回来的时候现在雨下的大吗？命运的 X 号，我忘了，我录完我都忘了。改名不用白不用，还能这样，行吧，有钱任性啊。那也没有这首歌啊。原创公演曲都是，对，我其实挺喜欢的，就很中二，我很爱。现在超大哦，神唱的，加油，他们都能。是我的这希望，好的，一定会的，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第二首会扣的呀，你们那么喜欢最后的曙光啊？那有最后的曙光我出道跳了吗？披上马甲，你是忠臣，那就披上马甲吧，那就别浪了。安安心心在我这儿，安安心心在我这儿待着，你就浪不了了，浪不了一点。像那段时间学抠的日子，真的，你很努力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努力，你还专门去学了一下抠，你直接叫白姐姐教你呗，对吧 ？Betty Cry 最后的曙光，钢铁之翼。好的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那条公演我喜欢。哪首呢？我喜欢 Star River， 还有指南针。嗯，一心一意我，好的，不要浪哦。一心一意就是我的单推。对，钢铁之翼也好听，钢铁之翼跳得很好，他都跳得很爽。限定椅子挺好的，六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你最喜欢比哭比哭哦 ，Better Cry， 嗯，好的，还是个大蛐蛐。不不不，你直接去找他，他很热心的，他会很热心的，不会浪的。哦，对，梦与虚光的还是稍微挺喜欢的，新航路确实可以，这两首我们都学过了。谁浪谁是狗，好的、哦、你说的哦，到时候你别给我来一个忘啊，我会揍你的啊、哦、到时候别直接给我来一句忘啊，我真的会揍你的哦。就有昨天我现在这里不也对，大家都是直播间里的都是大橘橘。消失了很久，是的，我好感觉也很久都没来。鲜艳的颜色红和黑，黑很鲜艳。你在跟我说什么？黑很鲜艳。好的，十二点半之前回来截图吧。不，大家都是大佬。你在搓衣服？白姐姐搓着衣服就听见小声在那阴阳怪气儿。可以旺旺吗？你可以当我的小狗，可以旺旺。戈尔赞是谁？实话吗？哎，白姐姐，你说说看，你说的是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呢？信念见于什么？怪兽，对，你们大家都是直播间的各位都是大粉丝，没事，2019年也没人认识我呀，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死板了。
那想要不加入点家不浪了？对啊，就加入咱们点家不浪多好呀！深海之身多好，可以出来撩占卜师，真的假的？这只有打粉，你们都是。你的罪，这样的其实都是，确实，对，我需要大家的关爱，希望你们一起可以守护我呢。也是你第一次遇到他，挺好的。是自己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好吗？快腰啊，嗯，那我挺喜欢的。现在只有现任，对啊，你说说看你的现任是谁？19年怎么了？哎呀，19年那个时候好像都还没有19岁呢。14在干，那你在干嘛呢？你帮我说，我不帮你说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知道，哼，我不想知道一点。你们一起玩的人，就是你们当年吗？反方向的钟，对啊，大家专注现任就好了，前任没那么重要啊。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呢？那不说拉倒，不想知道，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一个前任。今天也看的猪的饭头，猪的饭头是谁？什么猪的饭头？猪是谁？小猪猪有饭头。专注现任对吧？专注现任就行了，前任没有必要了。大家合得动力。OK， 就现任多么的美丽。哦，索嘎。去游戏收菜去吧，你游戏不会辜负你。12星记那么清楚啊？那你说说看我什么时候出得到呢？对，我们今后只会是我就行了，我们专注现任。喜欢的都毕业了，你们真生气。还是回去看。是的，嗯，你都装不下去了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什么情况？哼，我最近还在看我的那个微博，你们给我的私信呢？小神记错了，记错了呀，特意查的。那你说说看，那我是什么时候出道的呢？他骂你都喜欢，哇，你好爱啊！你是你自己要求他骂你的吧？7月走了，去年吗？嗯，那你现在只有现任，挺好的，专注自家。8月7。说8月7的那个给我拖出去。就是8月27。傻打了一个耳。哦，那好吧好吧。原谅你。我同一天生日，你是抖。对啊，我就说你是抖吗？你挺抖的。哼。审核通过没？没通过吧。没有通过，您没有通过。还是你老名字。看你们给我的抖音小神宝宝，不对，给我的私信，把小神宝宝那个私信给我整笑了。他怕我看不见，他会微博艾特我一下。真的是醉了。是的，没有错，8月27号，嘿嘿，一点都不好。他给我发个私信，告诉我他的那个 ID 叫什么，让我不要念。他说那个生日祝福不要念那个 ID。因为他是为什么不能一直回，那是因为我是自动回复，你给我发了之后自动回复之后你可以一直发，但是如果你要再让我回一遍呢，你得隔很久很久之后你再发一遍，然后我那个才会自动回复你。笑死我，真的笑死你。 还在那个微博下面扣个问号呢，为什么早9天出道？你再去试试，你去吧。不浪了，专注是吧？专注我。
对啊，这就是自动回复就是这样的。今天在你们群里疯传，是那个什么？是那个深柱的 ID 吗？我给他写贺卡只能写他深柱的 ID， 给我笑死了。你存存，就是那个，我真的要笑死那个，挺好的，那个 ID 挺好的，但是我不记得了。关于他前任的事情，我应该不记得。你不是，你是有前任。真的给我整笑了，然后发现有个 TTT 的粉丝也给我发了那个私信的，然后我发现原来看 KPO 里面真的有河粉啊，原来真的有河粉，教小韩的秃鲨鱼，很好，帅小韩的秃鲨鱼好吗？都不能弄深柱吗？哦，对，要实名的，拿什么大号？拿他那个什么 ID 吗？我不想记得，因为我不想记得这个 ID， 不重要。你最后的倔强，你少来，你少来这个有钱人。确实，我还御姐还，这个不错，御姐还可以。我真的，我才发现原来 TTT 的粉丝里面真的有河粉哦，好神奇哦！我一直觉得看电竞可能没什么河粉，原来真的有。然后他今天给我，就是昨天好像，之前给我发私信，我看到。原来真的哇！原来 TTT 的粉丝里面真的有河粉，六六六六，没有带神助的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。电竞圈河粉不少，真的吗？但是我见的没有多少，能改的时候没推，改名卡，等你有改名卡的时候改个名啊。KPO 河粉很多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主要见的挺少的，挺少的。对，御姐韩寒挺好的，我觉得我挺御姐的。你哭死他，你怎么就哭死了？柳蛋又是什么东西？哇，现在玩的那么花吗？出什么？出改名卡吗？想以后电竞圈的继续都是咱们家的粉丝。真的假的呀？我还想去看卡位赛呢。 TTG 真气， TTG 4月1号给我争个气好吗？我想去看卡位赛，卡位赛 BO7 贼贼贼好看。华丽可爱点点，为什么可爱点点御姐点点不好？前柳段有什么东西？出生主哦，那个时候还没转真，你就不知道未雨绸缪吗？真的是这个人。你可以在车底，什么车底？你在车上，你是开车的那个人。EDG 联名商场哦 ，EDG 可以，他要打 AB 的卡比赛，干嘛？你居然可爱的，我又可以可爱，我又可以遇见，遇爱点，六遇爱点，为未来考虑的呢。你看，就不要未雨绸缪吧。另一个人笑抽了，谁笑抽了呀？谁笑抽了？已经在底盘了。不，你不是。洗了个澡回来，嘘嘘诺诺。Hello， 谁？对啊，谁啊？王者荣耀吗？对啊，就是我看，大家就是有个 TTT 的粉丝给我发私信的，看到了。那他自己想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顾着看，忘了收菜了。你菜要没了，给你偷完。对啊，小申他当时我练完深柱之后，他叫我老公啊。别再 care 那个夹子了好吗？我真的服了。我们那组佳怡姐吗？不会吧，他会笑吗？还有谁啊？娜姐有没有考虑黑暗风？黑暗风可以试试，之后试试。我之后试一下，我不会画烟熏妆啊，但是我不会画烟熏妆啊。他认识你哦？真的吗？他真的在憋笑？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，原来是他呀，原来是我佳怡姐。黑玫瑰，我也跳不了那个 unit。
认识那个 ID 的女人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忘了，我不想知道那个 ID。 哼，那是你的过去。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，是模范生吗？哥特萝莉吗？哥特风我挺喜欢的，哥特风我挺喜欢的，真的哥特风我还挺喜欢的，挺像你是有诅咒的 ID 的，什么天鹅背对的那个，哦，不锈钢啊，就是不锈钢吗？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为什么呢？那个是白姐姐提醒我把夹子拿下来，我提醒摸一下头，然后呢她点了一下头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我一摸我头上有个夹子，我当时说我的妈呀，我当时脑子都宕机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谢谢木子的那个荧光棒，就甩锅给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一你就别提醒我该多好呀，我都忘记我下一步要干嘛了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我的妈呀，不锈钢，别看了，真的是丢人死了。真丢人死了，那个不锈钢除了夹杂了你的名字，没有，又没有别的任何意思。我不管，那是你之前的事儿，我不喜欢，我不想提。对，我然后跑过去忘记我走站位了，我当时愣在那儿了，我愣住了，我说，我赶紧跑过去，我一看他们在干嘛，我赶紧跑过去了，我带一个给你。不用了，我不要夹子了，我下次我弄头发我都不要夹子了。好心提醒，那不如不提醒我呢，让我就带着跳完一整首不好吗？我有一方在偷笑，应该就是那个夹子，发现夹子之后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二号我也不上，等你能看吧，可以变再不要。那个造型老美了，我下次也做这个造型。反正我拍了照嘛，我到时候直接，如果再跳不锈钢的话，我再把这个造型图我就发给姐姐，我说做这个造型。是的，对，我转过身，我找不到地方藏，我就捏在手里面，颜，没有夹子，赢夹子，颜值巅峰，什么颜值巅峰？我的颜值巅峰明明就是下一个造型，永远是下一个造型。不是在夹子之前有个地方偷笑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喜欢喜欢，是吧？爱上我了吧？对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现在不是我的颜值巅峰，没有，我说没有就没有，哼，你甭管，双马尾的点点，我就是御姐点，你就不说了。为什么想？我想想，你甭管。我说今天模范生哈，你知道为什么？白姐知道为什么我是从跑上来的吗？不要，别给我截出来，截出来我也不承认。我说我被夺舍了，截出来我也不承认。就知道为什么模范生是跑上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以为还是穿白鞋嘛，因为模范生之前一直穿白鞋嘛，换黑鞋了我不知道。我还是穿的白鞋，结果他们我一看他们全穿黑鞋，我说要穿黑鞋吗？他们说对啊，早就换了。然后我姐姐说你赶紧上去换吧，然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，我赶紧跑上去换鞋，换了之后赶紧跑下来，然后已经到了那个走位的地方，我正好从后面跑出来，正好接着呢。出道时我的造型吗？现在造型不喜欢吗？我不是玩手机往时间，我是换鞋的。不，以前的模范生就是白鞋，以前的模范生就是白鞋子，就是这套衣服就是白鞋子。晚安晚安，对的，还崴，对，我还崴了一下脚，知道吗？穿那个鞋，我崴了一下脚，没站稳。第一次，对啊，这第一次穿这个鞋，我这个鞋是才买的。别叨了，怎么就叨了呢？出道的你怎么了？现在不好看吗？哼，见双马尾，等我跳专属座位，我一定双马尾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今天好漂亮，谢谢你夸我。对啊，现在就是有点御姐，因为我老跳不锈钢，我老跳不锈钢，不锈钢只能御姐。不喜欢御，我喜欢，哼，我喜欢你就得喜欢。什么 JK，
哪个 JK 更好看？对，就是新买的，才买的。那个粉裙好看，那个粉裙照片你们要多等等。出道的点点，哼，我不管，你们得喜欢我，我是啥样，你们就是什么样；我是什么样子，你们就得喜欢什么样子。我是御姐的点，你们就得喜欢御姐的点；我是可爱的点，你们就得喜欢可爱的点。对，他们不告诉我的话，我就一个人黑鞋中只有一个白鞋。明天还要去剧场吗？好的，晚安，晚安。你在诈骗都没有吗？你找谁聊天啊？哼，你才叫面无表情呢，我明明有表情呢。哼，我这叫高冷，我叫高冷御姐，你不懂。哼，他们坏坏，可能你的名字太那什么。我不帅，我帅吗？那也可以。我没有啊，谁啊？我谁诈骗了才没有呢？你猜是谁呢？不知道，不想猜，不想猜。哼 ，Hello，Hello。你这么帅气的名字，你可能太那什么了，他不让改狗的。切，哼，谁让我破功的我就不说了哈，哼，谁让我破功的我就不说了，多试几遍，试什么？不爱帅，我还好吧，我就喜欢比较这种。霸气女孩子的风格，御姐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。晚上好，鱼鱼。其实我比起可爱，我更喜欢御姐风格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可爱的话，嗯，我觉得一口就破，下次不会了。试了三天才通过哦，确实。什么呀，我今天什么站位，我今天站位没有错好吗？今天可能他们就是怎么说呢，待遇不太熟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真的笑死我了，反正我今天站位没有错，我站位是对的。哼，你在变狱可是期间发呆，反差感太大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一种反差感，知道吗？虽然御姐对吧，但是你看这么高冷，结果发现这么可爱的性格，那就是一种反差感。对哟，这个小小好看，我这么御姐，我哪可爱了？那当然，我都对的，好吧？偷瞄旁边人，我没有偷瞄，我就是因为。实际的站位跟我站位表上的站位其实不太一样，我只能瞄一瞄他们站哪儿，我要插空站。你才是个憨憨的，不是憨憨，我叫可爱。什么东西？你们玩的好花呀！我的妈呀！我就很御姐，对吧？就是高冷御姐的一个反差性。你本来觉得他很高冷，但其实他很反差，对吧？老心。你为什么骂他呀？什么憨憨呀，我才不是憨憨呢。对，今天都是夹子的错，都怪夹子，本来我的不锈钢可以完美的跳完的，都怪那个夹子。哼，你们玩的好花呀，我的妈呀，又开始忆往昔了。骂他，给他骂戏，骂忆什么往昔，弄得直哆嗦。我说我高冷，我没说这个天气。你在铁憨憨的不憨，帮你骂回去。你一往昔我要骂你，哼！你就让我带着那个夹子跳完算了，你还告诉我，我到时候把那个夹子一取下来，然后那个最后那个镜头一照，我头上没夹子，那不大家都知道了吗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骂的对，一往昔该骂。我就很高冷，好吧？为什么听2028的时候在忆往昔？不是舍得骂，我是觉得忆往昔就该骂，该，嗯，真的是该。哎呦，我的睫毛呀，又肥了。什么横脸？
对，关键是还没有地方藏，我只能拿手让他，不会给我手一个特写吧？我真的谢谢他。对啊，我就说那个夜往昔的人该骂，我没说你。你来，我只是觉得该骂和不该骂罢了，让我一个人承受。为什么让你一个人承受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这首歌是在讲校园霸凌的。嗯，什么？究竟得罪了啥？忆往昔就是什么呢？明明已经过去的事，还要翻来覆去的 emo， 想忆起了往昔又开始 emo， 那不是该骂吗？不能不能撤呀！你得让我是吧？回来了之后我就鸡腿的。只是联想，不行，联想都不行。对啊，三角函数就是校园风，不好不好。不好不好呢，回完之后我是还有点鸡腿可以得的呢。今天叶总跟我们开会了嘛，然后开完会之后搞得我妆差点都没画完，真是气死了。他们在讲 MC 的时候还在做头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 MC 第一排 MC 讲完下来了之后，我还在做头发，我头发都没做完。气死我了。娇小可爱御姐寒的鲨鱼可以，这个还不错。就去研究时光机，为什么要研究时光机？如果研究成功了，我也想拥有一台时光机。我想回到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想重新来一过，我想改变我的人生。我的人生有太多的遗憾了。不，来不及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做完头发，我就说他们已经开始跳专属了，真的。我跳专属的，我上去换完衣服之后，他们已经开始跳专属了。之后换完不锈钢的衣服，已经开始跳专属了。然后弄好，然后下来戴耳饰，然后戴耳麦，相当于我上去的时候结伴刚跳完。你知道多紧了吗？你知道那个时间有多紧吗？就是我刚把那个，我一上去，人家结伴就跳完了，我差一点迟到了。能送的能收。什么东西啊？哼，没事。什么语？对，专属座位的，就是我发型做完了，他们在挑专属座位的。不明显，我都没发现。证明你被我的美貌吸引了，所以你没有发现我头上的夹子。不是啊，没有大把时间，就是我做头发来不及了，到时候那个时候，有点差点来不及，头不掉。和5000万美金，我选哪一个？我选时光机。对，是的，非常的凌乱。我还贴了一个防走光的贴，我不知道贴好没有，特别凌乱。就像那个不锈钢衣服，我还让他帮我别了一下，就特别急，特别着急。啊，没有不上，娇小寒专属鲨鱼。哼，没发现那时候拿下，那是个地形家，那个地形家。就是跟我的个造型融为一体了是吧？对啊，你时光机你可以看上那个彩票，记得你回去买嘛，对吧？送我，谢谢你。好的，你记得选这个呀，记得送我呀。对，我对过往很有执念，确实很有执念。定型的夹子叫定型夹，就是这样。你才快撑坏了，我背后，我们哪儿在背后别别针了？我背后没有别针，我是。我别的旁边的，别的里面的，你们看不到的。阿姨别别针很有技术的，我跟你说，阿姨的别针就是会别在里面，她不会让你们看见。又改了，再等审核，好吧？我有故事，我没有故事。从念旧，不就是过去有很多遗憾，觉得本来应该做好的事儿，但是没有做好，所以我想回到过去，把那些事情都做好，但是有可能会引发蝴蝶效应，就是了。长段时间。提早认识我，你干嘛？你要在幼儿园门口接我放学啊？要在幼儿园门口接我放学吗？不安心，生怕下播赶紧回来了。没事儿，你可以等我下播完之后，然后再去看。你看看我这个造型，我发自拍了，这个造型我发了微博了。但是你只会选5000万美金，要钱是吧？但是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呢。
五串美金，其实金钱对于我来说吧，就是我没有那么执念罢了。就是我这个人对钱没有那么的执念，就是我觉得够用就好了。就是我每个月够用，我不缺吃不缺穿就好了。算不算提早认识我？你算，你确实算。有恨存在，不是没有恨，没有恨，只是有遗憾在。你高中对，在高你什么？你在幼儿园门口接我放学吗？那个怪叔叔。但我可那个的，我可谨慎了。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，我是什么呢？我对钱感兴趣，就是我觉得够用就好，没有必要，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目标，就是一定要赚个几千万什么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还是有点兴趣的，就是如果钱跟另外一件我感兴趣的事情做比较，我会选择我喜欢的那种事情。但是呢，如果钱跟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做比较，我会选择钱。我很我没有恨的，我只有遗憾罢了。乖，笑死，不是乖，我给你回礼了，我说我可谨慎了，他不可能的。他在哪说过？我没有恨哈，我没有多出来的，没有多出来的，我现在很穷，我是个穷穷，我还是会赚钱，我会努力的赚钱，没有错过啥。对，那肯定是在的。遗憾什么遗忘？好好奇，哪有遗忘？我没失忆，真的是还遗忘呢。要努力的月什么？不是努力的月光，要努力的挣钱，知道吧？